我今天就介紹 我推出的奇光晉昇推出的其中一種湯包，這個就是三菇湯，不就不關六婆事的。裡面有齊曬所有的配料的，有茶樹菇、雞蟲蛹、猴頭菇同埋陳皮。今次我就會將這個湯煲給大家看的。咁茶樹菇的好處咧，就利尿補腎啦，又抗衰老啦，又可以有增長消脂啦。咁呢個雞蟲蛹咧，就對呢、這個胃炎啊、或抗癌啊，增強你抵抗力都 OK 嘅喎。咁嗱，猴頭菇大家知道對胃啊、對個腸胃啊、胃炎啊有好處嘅。咁我將呢三種嘢加埋，如果你有傷風感冒咧，就千祈唔好落煲雞。你又可以落加美，如果你煲雞咧，可以用加美雞或者竹絲雞嘅。咁我覺得呢兩種雞咧就冇咁燥，加個豬展落去咧，純粹係要吊咗啲湯嘅味出嚟啫。如果係我係喂我唔食咩嘅喎，我唔食肉嘅喎，我唔素食者咧，你就加個紅蘿蔔同埋粟米就 OK 噶啦。咁咧如果素食者咧，你又唔使煲咁耐喎，個零鐘得嘅咯喎。如果係我中意落肉嘅咧，咁啊要煲三個鐘。呢、這個湯咧保而不燥嘅。如果你係比較虛啲人咧，咁你可以加啲紅棗落去，咁咧就對嗰啲身體虛弱嘅人咧有好處。這個湯咧成日飲都唔驚喎，對你那個抵抗力啊，尤其是譬如你嘅即係大家例示咧，你做過嗰啲癌手術啊，做完曬化療、電療過曬啊，做完曬之後咧。可以得閒煲呢個湯嚟飲喎。不過如果係抗癌，即係做完 cancer 手術嗰啲咧，就唔好落雞啦，就係用落瘦肉好啦。嗱，仙人嶺湯包咧就唔止一種嘅，有好多種嘅。如果你想買嘅咧，你隨時上嚟我哋 MIK.TV 嗰個基地咧，即係我哋台都隨時買到嘅。你上到嚟咧，就知點解我要推介啲湯包，佢裏邊嘅成分咧同埋配料咧係同出邊買到嘅湯包唔同。你一睇就知嘅。嚟到第三支要介紹俾大家嘅咧，就係呢一支啊薰衣草香味嘅呢個護膚乳液啊。佢呢個滋潤護膚配方咧，係 100% 純天然成分，係保護住皮膚，避免受到污染嘅。所以咧係不斷咁樣提供唔同嘅水分俾你，保持住呢個肌膚嘅健康，而且咧係柔和嘅一啲薰衣草香味咧，可以令到你咧心情緊張可以舒緩啦，同埋舒緩疲勞嘅。而且咧亦都係非常啱。一啲皮膚容易腫脹或者係成日去曬太陽嘅一啲朋友用噶，因為咧呢隻嘅薰衣草嘅護膚乳液咧係完全係可以做到一啲減少皮膚腫脹同埋減少皮膚對大家皮膚造成傷害嘅一啲情況噶，所以咧如果成日去曬太陽嘅一啲朋友仔咧可以啱用呢隻喎。山甘茶飲、番石榴乾、油甘子乾、苦瓜乾。人的新陳代謝一年一年退化，城市人三高，經常出街食得油膩嘢多，於是我客家佬介紹俾大家呢隻客家人的客家婆，經過幾十年嗰個累積嘅經驗，我客家佬強烈介紹俾大家三江茶飲，絕對好嘢，簡單而方便。小燕，唔該，要杯香檳啦。好啊。嗱，呢杯茶嚟嘅喎，我要香檳喎。小姐，你有所不知啦，呢只咧係石蘭高山茶香 Luwala Elia 出產嘅 Blue Moon 花果茶，有石蘭茶中香檳嘅美稱嘅。咁都係茶啫。小姐，你又有所不知啦。嗱，呢只花果茶咧，除咗一般嘅玫瑰花同埋蘋果嘅清香之外咧，仲加入咗金盞花同埋藍滾葵噶。藍滾葵咧就有對呼吸系統啲毛病有調理嘅作用，金盞花咧對皮膚咧亦都有啲幫助噶噃。咁勁，咁邊度有得賣先？嗱，喺我哋 MIHK 嘅網店咧，嚟緊就會有一系列嘅呢啲斯蘭卡嘅花果香味茶咧，就有發售啦。哦，咁正啊！咁等我飲完呢一杯茶，呢度全部同我包起曬佢咯。多謝小姐，多謝小姐。嗯，好咧。